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林明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林明珍、陈昌明、徐新玲、张凯成等22人，建立水利法第78条之一，以民国92年增订注金，水利署尚未增订该条文第六款之饲养牲畜行为订定出实施要点或相关办法，以至于民众无法依法申请饲养牲畜，实为行政实施。既然水利法有明文规定，为了保障民众之权利，但要求经济部水利署应于一个月内订定水利法第78条之一第六款之饲养牲畜行为相关实施要点或办法，以供民众依法申请饲养牲畜，是否有当，提请公决。本院委员林明珍、陈超明、徐新。